家好，我是胖妈。今天我们家晚上煎牛排吃。我周末的时候去买了一些牛排，价格还比较高，原来是9.47一磅，现在是11.47。我倒了一点点的油在这个铸铁锅里面，这样好煎牛排，然后把火调到中火，这样，然后放了一些洋葱在里面。然后还放了一些胡萝卜在里面，然后放了一片牛排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慢慢的煎，等它煎一会，煎两三分钟的时候，再给它翻一个面，翻到另一面去就行了。我们现在把牛排翻到一面去，然后把这个洋葱给它翻动翻动，胡萝卜给它翻动翻动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我一直用的是中火，再翻动胡萝卜还有洋葱，然后把牛排给它翻一个个儿，地面稍微焦黄了一点，然后在锅里面慢慢的煎，3-4分钟了，我们再给它翻一翻，再给它搅动搅动这些蔬菜、洋葱还有胡萝卜，然后再慢慢的煎，盖上盖子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，通过这个水蒸气，这个牛排不会太干。不要加太多的水，不是煮牛排哦，是煎牛排。2分钟了，我把牛排再翻一个个，大家说一下这个牛排，当你想吃几成熟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去检测呢？你用你的手指，然后你按这里，这样的牛排就比较生一点，然后你用中指和大拇指再按到这里，这一般来说是 medium 50% 克，然后你再用这个手指和大拇指连在一起，你再按的时候，你这牛排有这么硬的程度，那就是 well done， 已经是100%是熟透的。所以说你在检测牛排的时候呢，你就用一个东西趴在这里，看看你想吃几成熟的牛排，你自己决定。我们家这牛排也是马上快熟了，我们家都是吃熟的牛排，我们家不喜欢吃带血的牛排。看看我们家的牛排啊，好了，关火了，现在就把牛排装出来。
味的牛排就做好了。想吃牛排的来我们家，谢谢大家。